凯吉，看来你已经收集到树枝里，那么先把这一招给我吧。你这个，等一下他就跟大家说，大家好，我很辛苦的收集到我的，我最近收集到我的树枝了，都是我的功劳。凯吉超废这样子，超坏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捡树枝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我们要跟这个。你叫什么名字、啊？我其实都忘记了。尼克哦 ，OK， 我们就是要接他的任务，所以我们要对，要听他的话，对，没错，对，好，对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捡树枝。然后他说，如果说没有树枝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哦，按 Y 可以捡东西了。然后好像可以推树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了，按 A 可以跟他互动，多推个几下就会掉树枝出来了。啊，真的哎，我有四枝，那苹果推一推会不会掉苹果？有哎 ，Yeah。Yeah，OK、okay, 啊，对哦，树枝，我还要树枝，快点！我真的是，真的是很爱把树给推下来。好了 ，OK， Hello， 尼克，我已经收集好了。凯吉，看来你已经收集到树枝里，那么先把这一招给我吧。你这个，等一下他就跟大家说，大家好，我很辛苦的收集到我的，我最近收集到我的树枝了，都是我的功劳。凯吉超废这样子。超坏，真不愧是一心想要移居到 无人岛上的人，工作效率真高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接下来就是搜寻食物，在你收集树枝期间，我调查了岛上树木的果实，那种看起来像苹果的果实，其实就是货真价实的苹果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在拍拍手，我如果没有下一句，他会不会一直拍到？好像海豹，好可爱哦。啊，凯杰，看来你也顺利的收集到苹果了。那么苹果先交给我吧，什么都给你啊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应该要帮我升级一下我的房子吧，之类的。可以自己收集苹果吗？我想收集一下苹果，我想要半夜偷吃宵夜，就是用苹果来吃。有，可以收集东西。我把这个制作岛上所有食物都抢走，然后到时候他们就会苦苦跟我哀求，凯吉，拜托给我点吃的，我快死掉了，阿托尼。你想太多了。还没白天啊！啊，太好了，凯吉，你没事就。接下来我还有一张东西要给你，这什么？人生契约书，一签下去，你就是确定是你这个人就是消失在原本的地方了，你就是永远被世界孤立的感觉。没错，就是这份套餐计划的请款单，居然有请款单，交通、人事、设备一共是49800钱，我付不了。啊哈哈！你该不会以为来无人岛就不用带钱吧？我总觉得这个游戏的剧情越来越极端了。一大早起来就是要我跟我讲这个，哇！你不要那么开心，你欠钱，你是个负债少女。